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阿兄要出门了。阿兄一早就要出门？是啊，这次机会难得，接到大人们的委托，带那些大人们进山，赏钱500。阿兄若是不接这委托，岂不是傻？阿兄，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药钱？阿兄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去山里抓伏鬼。附近的妖魔是不是变多了？但是别担心，阿兄会好好保护你的。